首先咧，歡迎大家嚟到Hong Kong HKUSpace CCS Youth and Dance Society2016Annual Performance比賽。星期四有冇？咁大家知唔知今日嘅主題係咩啊？核心core，好緊要，因為對我嚟講咧，除咗任何人啦、任何嘅事物咧，都有一樣嘢核心㗎。即係可能一間公司有一個核心嘅system，一個動物有一個核心嘅器官，令到佢維持佢嘅運作。咁今日咧，我哋莊園咧，佢哋核心係乜嘢咧？如果大家有睇到我哋第一頁咧，就知道其實佢哋以前咧跳舞只係一個簡單純粹嘅概念，但係慢慢咧就成為支撐佢身體嘅一個核心。 咁好想知道啦，大家嘅核心咧，會唔會都係一樣咁堅持咧？另外一方面咧，就會睇到今日佢哋點樣用佢哋呢個核心去堅持去做佢哋自己想做嘅嘢。所以我希望今日應該有好多家屬嚟咗，係嘛？有冇啲家屬喺度啊？爸爸媽媽、哥哥姐姐都喺度嘅。咁一陣咧，麻煩你哋用你哋核心嘅力量去支持佢哋核心啦，好唔好？俾聲嚟聽下先。 大家好想睇啦，已經有幾想睇先？呢邊聽下先，中間，哦，中間好想睇喎。右邊咧，上面嘅我係上面，唔會孤立你哋。上面有冇聲？上面非常好。用英文送俾大家有佢嘅 opening， 由阿 Ling 以及阿 Rick 排嘅，俾掌聲佢哋。 Yeah.
空，晴天。今天是大年初一，好像平时咁，大家要频频扑扑去拜年。有时候去到一些亲戚的家里，其实一年根本就见不到一次，电话也都不会倾，见面都未必认得。但是大家仲是会很热情地又揽又笑，但是又叫错你的名字，甚至乎是叫不出你的名字。大家为了封利是，都一定会笑住口咁赞到啲长辈嗒晒糖。啲长辈当然唔会放过训示下我哋前途啊、衣着啊、有冇楼啊等等。所以每次拜完年，我都觉得好鬼攰。今年我就约咗中学班老死去旺角度执平嘢。大家都知道年宵啲嘢卖唔晒，就会喺年初一摆翻出嚟大平卖噶嘛。几乎每个区都会有个小夜市。毕咗业都有一段时间冇行旺角，记得以前一放学一定要一起去旺角蒲下先翻屋企。以前会食个捞捞，然后就走去旺角中心买啲饰物啊同埋衫。我哋仲会觉得自己好潮好有型，谂起都几好笑。又会一起约下隔篱学校啲女仔行下女人街。懒晒阔绰咁样买啲嘢俾佢哋，之后又会请佢哋嚟麦花臣睇我哋踢波。行到嚟朗豪坊后面个夜市，呢度真系年年都咁热闹。虽然好冰，但系好温暖。见到啲旧同学，差啲认唔出大家。原来毕咗业翻工，真系约都约唔到出嚟。大家都成熟咗好多，有啲肥咗，有啲成为成功人士咁，有啲仲留须扮不羁。总之就同以前完全唔同晒。但系讲起以前嘅嘢，都系会笑到停唔到。所以我哋谂住扫完街就去翻波地继续吹水。临走之前咧，我记得呢一档秘制咖喱鱼蛋嘅婆婆，我话一定要排队买埋佢先。原来枪声是这么震撼的，真的会在耳仔里嗡嗡声。我没想过会这么近距离听到枪声。在旺角这个十字路口，两声实实在在的枪声。我们很想快点离开，很想逃避，但其实我们都离不开这里，也都回不到转头。我见到两群蚂蚁，一群红色，一群黑色，他们各有各忙，相安无事。我将红蚂蚁和黑蚂蚁的手领捉起，掹咗佢哋嘅竹梳，然后将佢哋放喺另一方嘅巢穴。两只蚂蚁首领迷失咗方向，唔识得离开。结果红黑两族蚂蚁互相厮杀，死伤惨烈。Invisible Man， 呢首歌送俾我香港，唔理事情有几困难，环境有几乱，你都仲喺我屋企。之前系，而家系，将来都系。从热爱这片土地，大家幸运铭记，受万起生。也是向往你。对于呢个地方，我同你同一个度假，同一个谂法，我同你同一种人。虽然你有你忙，我有我忙，佢有佢忙，各有各行业，但系拥有同一个谎言。湾仔海旁、尖东海旁，总系同一个海港。而家街市旁村民就系我哋呢个香港。以前有好多工厂，而家有好多银行。就算天。
然係做夢嘅。一樣會睇到黃金遍地，呢個係一塊福地，一樣會睇到一樣，要變一塊土地，一樣會識得千山絕地，你就會選擇逃避。有人會認為呢個環境同人嘅問題，你哋兩萬塊一潭之水，便會居安思危。七百萬隻螞蟻，唔容易就買一切，向住同一個方向睇，一定會揾到大前提。係同一種人，點解要將人睇低？係同一種人，可以學埋同一種語文，到底二種語文表示你係第二種人。The police, rap the government， 跌得起，輸得起，乜快嘅照下自己，香港人自叻，唔使靠人，個個靠自己，唔怕諗住一齊死，十八八從頭做起，要有底氣，首先要企硬，原來這。